李总，是不是马董的身体和病毒没有连接上呀？别急，沉住气。马董，马董，哎，心跳又恢复了，成功了，真的。 竟然跟丢了！走，玲玲，玲玲，玲玲，你醒了？小蝶，啊，二哥，玲玲，哥，你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呀，受了重伤。 多亏某人才把你救醒的，可是
怎么回事啊？柯胜那天去山上采药，正好看到你晕倒在那里，就把你救回来了。对啊，也多亏了他的那个草药，要不然你还醒不了呢。在我给你治病的时候，我发现你也被病毒感染了，对吗？什么？什么？玲玲，你也能再见到你们，真高兴。其他的不说了。哎，柯胜，你不是……说来话长。我不要表哥子！那天我掉落山崖之后，多亏了一些树枝，才没有摔死。但是我昏过去了。我知道是他救了我，但一阵风吹来，人就不见了踪影。我还以为自己做了梦。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，发现身上一点伤也没有，屋子里飘着草药的香气。我想，一定是那位老者救了我。不想混了是吧？当大爷的当啊！你反了你！你我靠！打我！啊！听着，有我在，就不允许你欺负任何人。没见过大场面吗？记住我说的。老乡，老乡，快！以暴制暴，只会平添更多的恐惧。恶由心生，除恶应该从心开始。老先生，请您指教。那个恶霸内心就恶，加上自己的邪恶力量，更加为所欲为。虽说你将他赶跑，他也会在其他地方作恶。你算是做了好事吗？我本来打算先驱除他的邪恶力量，然后再净化他的内心。然而这一步还没完成，就被你破坏了。我只是容忍不了他那么嚣张。你自己也有很多困惑，对吗？你身上的邪恶力量会一直带给你痛苦。既然我们有缘，那我就顺缘，让我来清除你身上的邪恶力量吧。如果大师能够消除我体内的病毒，我愿拜大师为师。你只要通过三个考验，我就带你修行消除病毒。听大师教诲。这三个考验，一是忍，二还是忍，三依然是忍。管住心力魔就是修行的根本。对了，你说的那个师傅是你们说的能包治百病的那个隐士吗？对，我和小蝶就是来寻找他的。
但是一直没碰到。师父说了，你们一定会过来的，只是那个时候时机还没有到，所以就没有跟你们见面。既然玲玲已经来了，就可以带你们去见师父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师父说，只见青山和玲玲。啊？那不正好吗？反正我们也没感染，凑什么热闹呀？走吧。你确定师父可以治好他们身上的病毒啊？我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由内而外控制一切。由内而外？你的意思是忍？对，忍。要多神奇就有多神奇，这忍可不是憋着，而是控制。当你控制养成一种习惯，眼前的事物就看得很清楚了，根本不需要冲动。那更简单了，青山和玲玲只要学习柯胜的忍功不就好了吗？这不一样，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做的也就不一样。那柯胜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体内的病毒已经……我现在也不知道，不过师父说只要我没被刺激，没有营养来源的病毒很容易就萎缩和死掉。好了，青山、玲玲，你们两个跟我走吧。小蝶，还有阔海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哎，柯胜，等会儿。万物皆由心生，也在心思。你们眼前所见的一切都是由四元素而生，也会因缺少某个元素而灭亡。火是温暖，给生命温度。风是流动，调节环境；水是养分，给万物滋育；地是承载，让我们有根基。四元素感觉很虚无，却又非常具体。哎，段木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他们人呢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哎呀，跟你说话呢。哎呀，说呀。我和他们走散了。走散了？不对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啊，来来来，跟我说究竟怎么回事，说啊。秦姐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您别问了好不好？是不是青山和玲玲他们出了什么麻烦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说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哎呀，我找不到他们了。哎，找不到？段木，难道有什么话不能跟秦姐说吗？啊，妈。阔海，妈，我们回来了。阔海，阔海，小蝶，告诉我，是不是青山和玲玲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了，妈。哦，他们俩有点事耽误了，过两天就回来，真的。对吧？嗯，小蝶，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阿姨，阔海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啊。其实啊，那天我们去了那个小村庄以后，我们就遇到了。我跟你说，玲玲和青山已经没事了。真的吗？可是玲玲，嘘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次遇到高人了。高人？对。你还记得柯胜吗？柯胜？那天我们兵分两路去找青山，到了那个村子里，居然碰到了柯胜。啊？他在那个村子里碰到了一位隐士，就是那个隐士，他把柯胜给救了。这么说，玲玲和青山……嘘。这么说，玲玲和青山，他
们也可以变回正常人了。对，不过这需要一点时间。那玲玲她跟你们一起回来了吗？哎呀，瞧把你给急的。那个隐士现在只清除了他们体内部分病毒，不过这些只是时间上的问题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医院休养。太好了，那我可以见见他们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要看看他的身体状况。那我去医院看他们吧。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为好，现在集团虎视眈眈，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反而最好。说的也是啊，不过我真的很想见见他们呀。好吧，那我就用这个新号码帮你问问玲玲。玲玲，端木想见你一面。下午一点，医院旁的公园见。成了，下午一点，医院附近的公园。你。玲玲，玲玲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的？阔海和小蝶都告诉我了。因为我身体里有丧宝病毒，我根本就不敢面对你。玲玲，你还是你，不用去管什么丧宝病毒。现在一切都已经好起来了。和你分开以后，我晕倒到大哥所在的山村里，还碰到了柯胜。在一位高人的指点下，我和大哥都已经能控制病毒了，现在就等奇迹的发生了。害你担心了这么久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玲玲，躲起来。燕之拿网。要不是当时我着急去见玲玲，那群恶人就不会得逞的。你也别太自责，要怪就怪他们太卑鄙太狡猾。哎，咱们先回拉面店想想对策吧。如果玲玲都救不了的话，我还有什么脸回拉面店去见秦姐呢？今天下午，市区外北二工厂，召唤器换玲玲，卑鄙，又来这招。不行，我用我自己去换玲玲。哎，那有什么用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召唤器，如果召唤器给了他们的话，还有谁能对付奥克瑟？那玲玲怎么办？去还是要去？去了再说。联络一下柯胜。对。
难道物归原主有这么难吗？非得让我们几个伤脑筋？哼！告诉你们，你们快把玲玲交出来！不交出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里！哟哟哟！今天还不知道是谁求谁呢？你们丢了人，说话还能这么臭？快点啦，冰箱很冷的啦！你们太可恶了！你们呢，就把召唤器交出来，啊！我一定会把玲玲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们。李子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唉，我们家的二少爷说话还是这么不分场合。啰嗦什么？我们三个打两个还怕吗？一起上！哼！就是女子纳米。之王，未来人类将会是欧克瑟的世界，就由我来统治。我曾经听我爸爸说过，这四套铠甲集合了自然界最基础的四种元素，各有千秋。既然有这种可能，那在战斗的时候，我们就并肩作战，集中铠甲的力量。这到底是哪里？我好想。